是吗？你想干什么？还不够明显吗？泡脚啊！麻烦给我一桶热水，我也要温暖一下。又被拒绝了。很明显吗？听你这个声音，很难不让人联想。没了，什么都没了，老钱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个误会，他对我从来都不感兴趣，他还告诉我以后不要让我再联系他了。你也不是第一次被人拒绝了，一回生二回熟吗？你懂什么？之前他拒绝我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可以好好做朋友的。可是他这一次拒绝的好强硬啊！可能你这次真的没有机会了。对，老钱，还有人送他花，你说会不会是有什么其他的人也在一起追求他？不烫吗？烫是有点什么烫什么啊！不，胃口是有点烫，帮我加点凉水，谢谢。这太热了，哇！行了，也别想了，你想不明白的啊。那我也不能放弃。吴军的字典里边就没有放弃这两个字。我要养精蓄锐，明日再战。老吴，我有问题想问你啊，我有一个朋友。是你那个觉着自己是太阳的神经病朋友吗？不是，另一个朋友。我这个朋友被他一个觉得很重要的朋友骂没有道德底线，眼里只有钱。你说他应该做什么才能缓和他和他朋友的关系呢？哎呀，这问题不是很简单吗？你让你朋友都去跟人家见面，都关心一下人家，在人家需要帮助的时候及时出现不就好了吗？这问题多简单，还问我？你自己好好想想，我要养精蓄锐了。先生，感觉怎么样？很多客人都说呀，我们店内的环境啊，特别容易让人放松，哎，也特别助眠。我觉得不怎么样，我觉得你们应该停业整改一下。岳先生，您这是干嘛？是我们哪里让您不满意了？是水温还是药草啊？哎，您之前泡的是不是特别高级啊？您尽管提意见，我们好好改进。行了行了，人不对。